大家好，我的名字是 Grayson，我是 Frontiers Academy 2年级的学生。我在我的学校学三种语言：中文、英文和西班牙文。我有中文老师、英文老师和西班牙文老师。我的中文老师是从美国来的，我的西班牙文老师是从阿根廷来的。我的英文老师是从美国来的，我真喜欢我的老师们。我的爸爸妈妈不会说中文，不会说西班牙文，但是我的妈妈会说一点中文和一点西班牙文，因为我教她。我很喜欢学语言。当我长大了，我想去很多很多的地方和很多很多的人聊天。如果你想让你的孩子们和我一样，请你来我的学校 Frontiers Academy 看一看吧。我们下次再见。